我们现在有四个人，我们把河狸抓起来，把河狸抓起来的时候，耶，最好的。哦，今天怎么样？放休假？对对，休假。好样的。我们不用继续了，不用去了，可以休息了。我们是这样，大家一起把它做好。哦，记得讲，把技术到膝盖，膝盖这边要出水回来了，膝盖。Thank you.